自编自导还是要别人帮自编？不然我们就找个新闻给他，来来来来，我们找我们就业中心的新闻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底下，来来，找一段让你念一下，那你就录到自己手机里面就好。这不是啊，这不是啊，这台南没呢。啊，为什么会有我们的？永康，在哪里？往下。不是，我们这个来，你自己念到你里面去，你录下来。中年被倒债失业，61岁，陈玉芝，听障者，到台南定居重生。陈玉芝2年前从台北到台南，寄居在朋友家，但因有中度听觉障碍，难以就业，于是找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永康就业中心。就业员郭俊良运用缺工奖励协助就业，除工作薪资外，每月补助津贴。陈玉芝目前在宏源纺织稳定就业1年半。就业中心表示，目前政府鼓励失业劳工受雇特定行业从事工作，舒缓特定行业缺工情形，所以失业不要气馁，一起度过难关。好，感谢他，他已经念完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来，找这 special 一样用台湾，对不对？台湾的，那现在你只要把你的手机播音的时候靠近我的麦克风就好了 ，OK 吗？好，可以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我这边先按。好，可以的。中年被倒债失业，61岁，陈玉芝，听障者，到台南定居重生。连名字他都认得。陈玉芝，这样有没有很过分？2年前从台北到台南，寄居在朋友家，但因有中度听觉障碍，难以就业，于是找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永康就业中心。就业员郭俊良运用缺工奖励协助就业，除工作薪资外，每月补助津贴。陈玉芝目前在宏源纺织稳定就业1年半。就业中心表示，目前政府鼓励失业劳工受雇特定行业从事工作。这样还要继续下去吗？所以你知道你的会议纪律要怎么处理吗？特定行业缺工情形，下次还要不要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打？所以失业不要气馁，一起度过难关。当然还是有部分错，可是我对于他的陈玉芝怎么可以这么厉害，我觉得很厉害呢。虽然下面虽然是不 OK， 但是第一次竟然有出来，让我很压抑。这样还可以吧？所以如果是多人的会议，可能效果就比较差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距离麦克风的什么距离不一样，还有每个人口音会不一样，所以这个可能就比较没那么好。但是如果是一个人的，像这样子，其实你念一念文字稿不就有了吗？好，那种省事很多，这样 OK。所以虽然没有云端，就是我们讲的，就是丢档案丢上去就好，但是因为你不付钱嘛，呵呵，所以这样效果还可以啦。好。